想和你们说几句话。你说。要解决你们的事，我需要尽快回青丘。回去后，我打算告诉奶奶一切。我已经决定，不管奶奶态度如何，我都会回到小瑶身边，永远守着她。涂山璟，你是要跟我谈条件吗？我怎么可能用小妖来谈条件？我是在请求你允许。你要守着小妖，小妖有危险吗？对不起，风龙，我心悦小妖，想和他在一起。你是为了小妖才伤痛欲绝、昏迷不醒。我知道你想娶小妖，但我不能失去小妖。知道我想娶小妖，还敢觊觎我的女人？你居然在我家里勾引我的人！龙，涂山璟，我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